那段是补平的啦，但是他的椅子没有修改，所以你这个地方那么低，这个椅子等于是多余的。那如果要达到效用的时候，这个椅子应该靠过来以后升高，升高在40公分左右，那要休息也可以休息，如果再用的话，这边还要加一个那个栏杆啦，就是那个手扶的，这样才对。